那我的车子啊，跟他那个翻的那个车子呢，差不多有100多米。那我跟朋友说，快快的停下来，那我们快点救人。他的车子呢是侧翻了一条，侧的差不多快的掉了沟了，另一条的是在马路上。来不及了，因为你再报警了，等他过来了，那很可能发生那个漏油，汽车漏油发火，考虑不到那么多了，先救人为准。一点感觉没有，我是先救人，把人救出来了，才看到我的手流血了。我的朋友说，快点快点，我们在医院里。我当天晚上就去看到他了，特别感谢他。我整个设计卷的精神，我也会吃来点上，吃到国医院里去噻。